好，继续叫我了。所以到底有没有聊天室啊？好，这边高级奖参考一下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真品 system， 真品 system。这边就攻略下去。好，八之一。看现在对战的样子。这游戏你们可以参考，我觉得还蛮多东西可以讲的。我一直攻略下去。当然有人会问我说，那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他这个到底会不会刷新呢、啊？但重点令牌还要买耶，够烦的。突然，对，是免费的机会。可是为什么还要买呀、啊？因为我就想讲这个耶，综艺堂。你看，我们可以领很多了。之前的都没有领。VIP 商店。对啊，寻宝也可以讲啊。就是越赚越多，就对。哇哦！那我们先讲顶宝金句吧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就是你可以越赚越大，那这样我觉得就可以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一定应该很高兴讲这个。那是聚宝，应该我现在已经刷到2万了。这个很多手游都有啊，蛮重要的系统。所以到底，哎呀，可是就没有聊天室啊，没有聊天室，这样真的有够难讲的。我比较好奇这个到底会不会刷新，你觉得呢？不知道。一个多少钱？哎呀，为了用给你们看，我还是，哦，结果输了，傻眼。